你，你真是块木头啊，气死人了，人家永春还在等着你呢。这怎么行呢？如果我的妹妹对他还是一片痴心的话，不行，我非得要到杭州去一趟才行，想个办法。好啦，到此为止，不要再送了，再送的话就到了杭州了。放手啊！这儿，站在那边，不许再跟来。赵林子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拜见方丈。从今天开始，各位就正式成为我少林弟子。你们既然能够通过重重的考验，应该都算是可造之才，希望大家以后用心习武，潜心修佛，来日将本门的武学精神发扬光大，光耀少林。少林乃是清修之地，戒律严明，以后你们要谨遵戒律院智能师叔的教诲，万万不可胆大妄为，知道吗？弟子知道。师弟，本寺的规条就由你向他们阐述一遍吧。是，方丈师兄。少林寺规森严，如有违者，定当严惩。大家留心听着。第一条，少林武学以强身健体为宗旨，以朝夕从事。第二条，身为少林弟子，习武之可备以自卫，宜深深体会佛门悲悯之怀，切戒成血气之勇，有好勇斗狠之举。第三条，戒饮酒食肉，克己修身。第130条，戒恃强争胜之心，及贪得自夸之喜。说完了没有啊？那夺命梵音好难熬啊。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白安福。白安福，你好大胆，竟然无心聆听戒条，视本寺寺规如无物。本座罚你，罚你3日之内将所有戒条背熟，如有一字错漏，就送到戒律院处罚。啊，像裹脚布那么长的戒条怎么背呀？你说话。是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方世玉。方世玉，你听着，本座要罚你。师叔，师父要召见方世玉。方丈，方世玉到。方丈，方世玉到。方丈。你找我啊，方丈。我是不是要跪下？你是不是找我？
我是不是要跪下？哎，那我坐下行不行？啊，我真的坐下了，不要怪我。哇，胡子好长啊，留了很久啊，让我捋一捋行不行啊？你就是方世玉？世玉无意冒犯，方丈不要杀我。你确实是内息不调，经脉不畅，却是曾被李拔善十二连环腿所伤。哇，好厉害，在我身上噼里啪啦的打几下就知道我受了什么伤，还知道被谁所伤，果然是方丈。你的事五眉师太全部都告诉我了。既然方丈已经知道，你就救世玉一命吧。世玉千辛万苦历尽沧桑来到少林寺，也是为了治好我的伤，教我洗髓经好吗？洗髓经是少林绝学之一，老衲不能贸贸然传授给你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，你是出家人，应该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啊，你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？对不起，世玉心直口快，有话直说，师父您就救世玉一命吧。老衲也没说不教你啊，你不要心急，既然你已经是少林弟子了，机缘一到，你自有机会学到洗髓经，只是学武需循序渐进，你先扎好根基，熟悉心法，再学洗髓经。那就是我早晚会学到了。对，多谢师父。听说师父呢肯传授你洗髓经心法了，恭喜你啊。师玉，你可真是好哎，换的是我，哎呀，才没那么好运呢。你不要老是挂着一副输钱的面孔嘛。师父说啊，只要是少林弟子一定会有机会学洗髓经啊。你有机会，你有机会，大家都有机会，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少林所有的绝学全部都学会，那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。师兄，哎，师兄，这么多草药，你当大夫的啊？不不不不，我只是一向体弱多病。家父听说少林武功能医百病，所以上山学的一招半式，锻炼体魄。在下白安福，还未请教。在下方世玉，洪熙官，胡慧乾。啊，你就是赤手空拳打死雷老虎的方世玉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。失敬失敬，不要客气，没请教。在下李景伦，祖籍广东。与方师兄还算同乡呢。大家都收拾好了吗？在下童千金，跟各位一样，都是本寺的俗家弟子，也是这佛心小竹的掌事。童师兄，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咱们大家可以融洽的相处，然后互相扶持。这当然，大家伙热热闹闹，开开心心，那才好玩嘛。好了，等会大家收拾完了，我带大家四处转一转，看一看周围的环境，这样将来行动起来就会方便。好好。哎，这个童师兄比戒律院那些和尚友善多了。出门遇贵人啊。童千金，三戒师兄，行李都安顿好了吗？他们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。你们听着，这佛心小竹归戒律院管辖，如有违反规条者，已一律交由戒律院发落，要是有人故意胡作妄为，挑战本门法规的话，就休怪执法掌事无情。千金，你念了佛心小竹的规条给他们听了吗？还没有呢。那还不快点念。是师兄。各位师弟，大家听好了，佛心小竹戒条第一戒，每天要早睡早起，卯时起床，大家晨跑一个时辰。第二条，要按寺里的时间作息。这里，这里呢，就是本寺练武的场所，以后各位师弟都有机会在这练功的。
少林寺就是少林寺，真是没话说。少林武学博大精深，要学的东西啊真是太多了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这么厉害，成为高手中的高手呢？哇，好大把，还很重呢。哇，好难抬啊。师兄，我来帮忙好吗？嗯。哎，师兄，你能不能耍起来看看？好。好厉害啊。童师兄，你刚才练的是什么功夫这么厉害啊？其实这不是什么厉害功夫，只不过因为呢我天生臂力过人。哎，如果真的功夫了得的话，早就打出十八铜人阵下山闯荡江湖了。十八铜人阵？你难道不知道少林寺的规矩吗？入少林寺学艺的弟子一定要打出十八铜人阵，证明自己学艺有成才可以下山的。对了，童师兄，你习武多久了？我三岁的时候就父母双亡了，要不是少林寺的师父收留我的话，来，到今天算起来，我来寺里差不多二十多年了。童师兄身手了得，而且在寺里这么多年都下不了山，那我看我是没什么希望了。哦，童师兄啊，除了闯出铜人阵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下山呢？也不是没有，早些的时候有位师兄，来了少林寺五十多年了。可是始终闯不出铜人阵，后来因为思乡情切，最后抑郁而终，众师兄弟把他尸体送回他家乡，总算完成他一点点心愿。我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小，难道真的要在少林寺终老？哎，爹，恕孩儿不孝，恐怕今生今世都没办法侍奉您老人家了。虽然有人五十年也下不了山，但是也有人不到五年就成功的闯出了十八铜人阵呢。哎，那是谁啊？我外公苗显。哇，原来你外公那么厉害啊。常言道，有其外孙必有其外公，大家听着，事在人为嘛，只要有恒心，铁杵也能磨成针呢。你何必这样？一点都不错，世宇说的对，既然我们投身少林，就要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，如果闯不过十八铜人阵，就绝对不下山。对，走吧。诗韵，怎么以前没有听你说过，趴下前辈不到五年就学成下山了？没有，他哪有那个本事啊？我胡诌罢了。我要是不是这样说啊，那个傻小子还不是垂头丧气的？要给他点信心嘛。你也是啊，我也是，大家一起努力，真的希望在五年之内闯出十八铜人阵。将来做个真正的大侠。洪大侠，方大侠。方大侠，方大侠，听说你那套少林罗汉拳很厉害。哎呀，什么厉害，你还没有见过我的铁砂掌呢。哎，方大侠，方大侠，你那手大魔棍真是厉害，耍得虎虎生风，真是快得我都没有办法看清楚呢。我今天算是慢的了，找一天我真的耍快一点，连影子你都看不清楚呢。哎，方大侠，什么时候教我们大力金刚指啊？哎，大力金刚指不是每个人都能学的。西关，西关，西关，干嘛？我睡不着，不如我们到河边去摸虾吧。怎么回事啊？三更半夜的，快点睡吧，明天早还要做早课呢。年轻人年轻力壮的，少睡几个时辰没问题。走走走，你去找慧贤吧。去赏月吧，慧贤。慧贤，你干嘛？哎，我睡不着啊。睡觉了，我想听你吟诗。哎呦，你数手指头吧你。数手指倒不如去练功。行。诗玉呢？哎，你还睡啊？
哎，醒醒啦！哎，大懒虫起床了！哎，起来了，太阳照屁股了。快，大家马上到大殿去！快。哦，知道了。诗玉，诗玉，诗玉，知道知道，你们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那你快点啊！很快，马上到。师叔，俗家弟子前来报道。拜见师叔。大家听着，这两位就是三界三师师兄，日后会负责教你们基本功。等你们打好基础，就会分配到36房。从今天起，你们要用心练习，听见没有？弟子知道。现在开始点名，之后随我去练武场练功。白安福到。林静伦到。胡慧贤到。洪熙官到。糟了糟了，迟到了迟到了，糟了糟了，迟到了迟到了，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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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啦！不要再叫了，不要再叫了，叫得我心都快跳出来了。方世玉，方世玉到。方世玉，早啊。早安。快点，跑快点，不要停下来，跑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快，快跑！诗玉，撑着点啊！是啊，行了，你们先走吧。哦，好好。走路不长眼睛啊，你怎么还撞人呢？是是是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失敬，你们先走。摇尾乞怜哈巴狗。哼。小小小小诗玉。方诗玉，你迟到受罚，还不专心练功，这是罪加一等。什么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听着，方世玉犯了借条，谁要帮他也一样受罚。我没事，你们先走。哦，好，撑住。我不用人帮忙，方世玉天塌下来也撑得住。好吃啊。饿的时候啊，吃什么味道都好。就是啊。看什么？没看过人吃饭啊？诗玉，我夹给你，来。不用，我吃白饭就行了。诗玉，汤匙。我来帮你。真是好兄弟啊，来张大嘴啊。哎哎，乖宝宝吃饭了。我不吃了，我方世玉发誓，从明天开始一定一定不会再迟到，一定一定不会再受罚。方世玉，你真是教而不善，死不悔改，昨天迟到，今天你又迟到了，看来我不重罚你，你不会认错了。三痴，是，给我好好看着他，日落之前不许他离开啊。是师父。你干什么？看着你啊。那你也不用这样看着我啊。师父叫我看着你，我就看着你。你要是这样再看着我，你会爱上我。我爱上你，还是要看着你。师兄，我肚子疼。肚子疼又怎么样？痛就要不行，师父说你一步也不能离开。那就拉出来了。拉，那我就就地拉了。
臭死你，可不要赖我。嗯，不，去，快去快回啊，不要耍花招，我会看着你啊。是，知道了，师兄。方世玉，快回来！不要催啊，越催越慢呐、啊。好不好吃？嗯。你怎么又被罚了？知道。哎，你这个贪睡鬼，这个坏习惯要赶快改掉才行。那个智能啊，枉他为出家人，我看他走路、吃饭、睡觉，满脑子就在想怎么罚人，变态。智能师叔执法一向都非常的严谨，而且为人严肃，你要小心点哦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嗯，五月初九。好，记住啊，五月初九。方世宇说的，我不会再栽在他的手上。先听着吧，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不是又在受罚。好了，我也该给三德师兄送东西去了，你慢慢吃吧。谢谢啊。嗯。师兄，就快好了，不好意思。快点啦！慢慢等吧，傻瓜。方世宇，你胆子可真大，你自讨苦吃，好好看着他。他就是要拉屎，也不要再让他给溜尿了。那他要撒尿呢？叫他撒在箱上面，也不让他再走出一步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了。你好好在那受着吧，你别让他跑了，听见没有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哼！师兄，轮到你要拉肚子啊！我想撒尿，忍不了就去啊！绑成这样哪跑得了啊？不成。师父跟师兄叫我看着你的。哦，能忍就忍吧。别吹。好，不吹。那虚总可以吧？嘘。哎呦。哈哈哈哈。方思玉，你在练功啊？真奇怪，你这身法不像少林的功夫啊！关你什么屁事啊！走开！哎呦，这是线香啊，还是上好的线香，你闻闻。趁人之危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这个香阵对练腰马真的有效吗？我们来试试好吗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不要啊！哟，瞧你的腰马还挺有力，我们来试真的吧。别动哦，还有，别动，不要掉下来啊！啊！三等和尚呀！方世玉，我为什么要死啊？不为什么，你怕不怕痒？怕啊！咦，哎，别闹了！啊，
的晚了。该死！没了吧？不对，好像还有一样，是什么呢？糟了，我自己都忘了。这是有啊。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，看来这句话是一点儿也没错。岂有此理，把粮仓弄得乱七八糟的。方世玉，不用说又是你做的好事了。师叔，其实这件事完全是个意外，与方世玉无关啊。意外？什么意外？当时方世玉正在粮仓附近，正好有着剧毒蚊追着他盯啊，他是进粮仓来躲避的。哇，不得了，那只剧毒蚊好厉害。三德是想帮他抓住那只剧毒蚊，可是那只剧毒蚊真是狡猾，一会儿飞到粮上，一会儿又躲在米包后。方世玉为了抓他还好几次掉了黄豆中，费了一番苦心我们才把剧毒蚊给抓住，粮仓就弄成这样了。所以呢，那只剧毒蚊才是罪魁祸首，幕后的真凶，我已经把他就地正法，五马分尸了。师叔，三德一时冲动开了杀戒，杀了那只剧毒蚊，心中真是不安啊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那只毒蚊子真毒哎。闭嘴。说来说去，那粮仓也是你们两个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你们两个立刻去把粮仓收拾好，还有要把黄豆红豆绿豆白豆给我分清楚了，少一粒我就打一棍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哎，连老天爷也欺负我，再这样晒下去，风流倜傥的方世玉快要变成黑炭虫了。哎，你怎么带个本鸡在头上啊？什么本鸡啊，晒呀。你来干什么？没事，我听洪大哥他们说。有话要跟你说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去沏茶。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哎，这个木偶很好玩哎，你自己做的，怎么玩啊？说句话嘛。看你木头木脑的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个有心肝的人呢？要不是小小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。木头就是个木头，朽木不可雕也。哎，朽木也可以成大器，知道有恩报恩呢。有些人呢，就是喜欢恩将仇报。喂，你是个男人，男人就该有点气量，才不会让人笑话。木头啊木头，草木也有情啊，怎么有些人却是无情无义？你可别学他。要不是小小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有人抛下树藤来帮我呢？有心助人就告诉那个人，要怪就怪你自己。小子，你进入少林门下可得小心啊，可有你受的。哎，凡事留后路，日后好相见呢。不如不相见，省得我三德受无妄之灾。茶沏好了。诗雨，该说的话说了没有？要说话的人呢，全都说了，该听话的人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。皮西虎爪，不是猫爪，头部。诗玉，今天学了新拳法，一起练练吧。一起吃饭去吧。诗玉。
他以前老是喋喋不休，可是这几天一句话都不跟我们说，哎，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我想一定是因为三德师兄这几天他跟着他收拾粮仓，而且师爷对他有成见，他肯定受了很多委屈。哎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？哎，你说他会不会怪我们没有帮他想办法对付三德师兄啊？现在师爷满脑子都是仇恨，再这样下去啊，他肯定会闯出大祸的。哎，我们做兄弟的应该帮他想个办法才对啊。诗玉，干什么？诗玉，你内心的痛苦我们都很明白，我们实在不想看你再这样下去了。诗玉，我知道你对三德师兄一直看不顺眼，但是有违天理的事是绝对不能做的，所以我跟慧倩想了一晚上，终于想到一个不算办法的办法，这也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。表面上呢，我们不想用这个办法，但是实际上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就是把我们两个当成三德，打我们也好，骂我们也好，只要能将满腔的仇恨都发泄出来。没错，当兄弟的只要能帮你把心里的怨恨都发泄出来，绝对奉陪。阿弥陀佛，身为佛门弟子，心胸怎么可以如此狭窄？三德师兄他为人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和蔼可亲，他更是我的知己，我的良友，还是我们的恩人呢。如果我们恩将仇报，简直就是丧尽天良，禽兽不如了。那重点再说一次，他是我们的恩人呢。恩人，三德师兄，所谓大恩不言谢，我洪熙官真的很感激你。三德师兄，你的大恩大德慧贤感激不尽。哎呦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什么谢恩不谢恩的，我告诉过你们多少遍，那是我凑巧经过，凑巧呢，路边有树藤，凑巧它挡住了我的路，凑巧我一脚把它踢到山坡下，就这样啊。
不管怎么样，三德师兄的恩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总之谢谢你。三德师兄无论怎么样，慧琴无以为报。是啊，慧琴要是女儿身的，她一定以身相许了。哎，你不要乱讲，三德师兄是和尚，不能气。哎呀呀呀，你们喋喋不休什么东西啊，我耳根不清净啊。我你呀、啊、你一个人来找我还不够我烦啊，还带你的兄弟三个人一起来围攻我啊。你喂，我们特地来向你道谢，感激你的相助之恩，你别那么凶啊。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帮你们，我是想等你们进来之后再一个一个整治你们。哎，出家人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你口是心非啊你。我不跟你们胡说八道，我还要到普天村的念慈庵去送菜，别跟着。那我们在这里给你打扫打扫啊。三大师兄慢走啊。诗玉，那我们该怎么打扫呢？当然是弄得个窗明几净，扫他个清清洁洁，让师兄住得舒舒服服。三大师兄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小小姑娘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那有什么奇怪，小小经常来帮三德师兄打扫做饭呢。那我们以后也经常来。来干嘛？来看小小帮忙打扫。那倒不用，不过呢，我做了些月饼，你们吃点吧。月饼？是啊，再过两天就是中秋了，你们不知道啊。月到中秋分外明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爹孩儿不孝不能。你别烦了，小小，少林寺有什么庆祝活动？佛门清净之地怎么会有什么庆祝活动？那岂不是辜负了大好佳节？那怎么行啊，难得的机会我怎么样也要下山一趟。下山？那要是给方丈知道了可是不得了的。方丈叫至善，不是叫神仙，你不说我不说他怎么会知道？怎么样，去不去？去。哎，我们兄弟说过的哦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，要去一起去。好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晚。怎么样，小小去不去？我好开心啊，我在山上住了这么久还不知道中秋节这么好。